学校已经进入会场。2015年，经雷山县委、雷山县人民政府决定，把有乐中学从有乐河畔搬迁到县城郊的桃窑西南坡路。校舍建设由香港联爱基金有限公司无偿捐赠1000万元，加上县里配套资金，2017年建成。 永乐中学师生搬入，并入桃窑小学，建成9年制义务教育学校，取名为思源实验学校。67年来，学校以承协尚志、博学善思为校训，以团结求实、创新为校风，认真教书育人，成绩斐然。 好了。我再去泰国路了。现在，往返步入会场的是天真活泼、笑容灿烂的少年儿童们。 他们是丹江小学8名男生、200名女生，共208名小学生组成的丹江小学方阵。丹江小学是雷山地区创建最早的公立小学，成立于1908年，至今建校已有115年。这所小学在雷山地区点亮了知识的火苗。100多年来。 丹江小学桃李满天下，著名的梁巨武先生和早期投身革命的胡助理先生。你好吗？现在又一支天真可爱、阳光开朗的少年儿童方阵走进了会场。 他们由8名男生、200名女生组成的雷山县第3小学方阵。这所小学是雷山县委县人民政府近10年来的民生工程之一，近年来的10件民生工程之一。学校2017年动工初建，当年11月就投入了使用。该校属于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配套学校。 专为移民小区、城南5个行政村和外来务工子女入学就读的学校。如今，学校有教职工135名，学生2224人，共44个教学班。学校以立君子品、做有德人为校训，以知书知礼、向上向善为校风，以因材施教、教学相长为教风。 以勤学善思、勇于实践为学风，着力打造名校长、名班主任、名教师3赢工程。雷山第3小学师生雄心勃勃，信心满满。虽然校史才有几年，但是他们的决心后来居上，在学校管理上和教育教学质量上赶超历史久远的同级学校。 盛装亮丽。自己得。行了，行了。 để đu chế tham quan dã rồi, chế chế kìa.